十二月一日凌晨五时许，中华五府路口一辆沿中华三路南下行驶的自小客车，在路口回转时，不慎与另一辆南下行驶自小客车发生碰撞。员警获报到场，发现双方驾驶乘客均有受伤，便先协助送医救治。初步了解，双方均无酒驾。后续员警已联系拖吊业者到场，将车辆移至，现已恢复交通顺畅。后续肇事责任交由交通队厘清。